白嫖巴尼特的新活动终于来了，里面的前置任务啊，我们就快速跳过，很快哈，直接就进入主题。这个启动界面还挺炫酷的，给人的感觉上就好像有点东西。这个活动总共有三个小任务，我们先完成第一个任务啊。因为桌上冒险家其实就是变相版的节奏大师，尝试了一下，个人觉得非常简单，游玩的节奏频率是挺缓慢的，虽然失误了三次，但是奖励的拿满就行。第二个小任务就是湍流冲锋赛，这个就很有意思了，在水底下冲刺的感觉确实是很爽，难度挑战性也很高，但是游玩下来我是有一种晕 3D 的感觉。我呢是用手机玩原神，不知道端游的小伙伴玩原神潜水的时候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，不妨可以在评论区讲讲自己的感受。第三个任务呢就是模拟实战，说白了就是打小怪，总共呢需要打三组的小怪啊，这些小怪还算是挺好解决的，战斗的过程中花的时间还挺少，然后完成任务获得的原石还多。最后对于这次活动内容大家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你们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